在我的记忆里，哇，为什么那么脏的？要不要擦一下？<笑>站住了，站住了！<笑>快点拿过来，烂呐！来来，OK，再看看看看，我的记忆里，那就有你，嗯，有，看看，哦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 第一次同台唱歌了，对，那个时候还没公开，我们拍拖的。第一次公开了，还牵手，还一起唱歌了。这个是最近的，最近的，去一个婚礼。啊，之前的。这个是之前的，拍拖的。哇，唯一一次一起拍一个电视剧吧？这个我记得是你的生日。生日，对对对对。这个肯定是你在拍一个什么电视剧或者怎么样，我去探班的。 结婚的纪念日，我们去吃了一个日本餐。我们是在北京，对吧？嗯。然后我一看，哇，这个帅哥在哪里找啊？肥肥嫩嫩的，<笑>应该蛮好吃的呀。在北京那么冷的，还可以脱了上身在洗澡。 好笨的这个男人，肯定是很老实的，体能一定很好。对，导演这样来欺负他，他也做。这个男人应该不错。对对对，我们的北京已经约你吃饭呢。我没去吧，也没有去啊。你怎么可能不去呢？你这个爱贪小便宜的。贪小便宜的吃货。我那个时候已经准备把它给吃定了。有一手。对。真的。 做这个呢，也确实，它是用了，我相信不多，可能一个小时吧。去找那些照片？对对对对，没有。很难找的，真的吗？真的不容易。你不是打袁咏仪、张智霖就会出来？没有，那些是我从我们的仓库里面找出来的那些。 那张你已经没见过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你真的是拿照片拍出来的？每一张，每一张，真的吗？难怪最经常的跟我说你要去仓库，我以为你有那么多需要东西要取嘛。对呀。哦，那真的，谢谢你啊！啊，真的。<笑>哎呀，真的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情。<笑>